第二十届台湾国际兰展以及二十三届世界兰展今年首度以双展模式在台南重磅登场，为期16天展期，16个国内外兰花相关的组织参加，总共有1500株兰花报名参加个体花竞赛，另外总共销售2500万的兰花，更是创下20年来新高。加上这回配合台湾灯会。 游客可以白天赏花，晚上赏灯，也吸引超过35万人到场观看，显示台湾台南兰花的重要性。